蓉儿，你没事吧？受伤了，没事吧？没事，你可吓死我了！你这几天跑哪儿去了？衣服呢？孤男寡女，同处一室，成何体统？平时师傅怎么教你的？ 我跟你说，女儿家要自尊自爱自强，你有没有尽到心里啊？前辈，你误会了，误会什么呀？他摸你了吗？你还敢摸他？前辈，他有没有亲你？你还亲？你师傅，对不起，师傅。 对不起，我真的没亲呢，师傅，他没对我怎么样，还没怎么样，他都亲你了，哎，快过来让师傅抱抱。哎，你们，不说不许问不许笑。四哥，你懂得多，这怎么回事儿的呀？孤男寡女，衣裳不整的。哎，二位，今日所见，千万保密啊。 哎呦，好，哎，还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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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庄主换好了吗？旧衣服都换下了，龙帮主呢？嗯，应该也快换好了。你说庄主和龙帮主这次一起回来，两个人都湿漉漉的，庄主好像身上的外衣都不见了，还有啊，庄主他回来的时候的嘴唇很肿，就像是被谁咬了一样。哎呀，真会玩，你可别八卦了。你疯了，你也中毒怎么办？好热，我好困啊。别睡啊，别睡。几天就认不出我了，我在外面呢，吃得好，睡得饱，就是独独有点想念我们小琴做的生蒜烩梨。我今天晚上回去就给姑娘做。嗯，姑娘，听说你手受伤了，哪受伤了？哎呀，没事，我已经上过药了。嗯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去给两位前辈准备马匹去了。师傅去哪儿了？凤姐和檀木匠说要提前出城探路，七眼和白毛团在一起，可能会出城卸货。你怎么不早说呀？这两位前辈说你们男未婚女未嫁，衣衫不整不成体统，所以让你们先穿好衣服。得赶紧追上他们，那帮人都不是好惹的。